型音乐舞蹈互动史诗《东方红时空》现在开始。咱们的队伍拉出来，雄鸡一唱出太阳，咱们的队伍兵强马又壮。雄鸡一唱东方红，中国出了个东方时空。雄鸡一唱百鸡唱，咱们的事业正兴旺。1993年5月1日，东方时空开播。1993年12月1日，新闻评论部成立。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开播。1996年4月28日，实话实说开播。1996年5月17日，新闻调查开播。就要到来了，我们期盼着，盼望着，时刻准备着，看日出江花红胜火，日破云涛万里红。在那个不堪回首的10年中，
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改革开放之初的夜晚，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但是吃饱晚饭的观众们，内心的欲望在生长，却日日忍受苍白无聊的电视造成的心灵创伤。沉沉黑暗，一夜又一夜的战斗，漫漫长夜，一次又一次的呻吟呐喊。路漫漫，夜漫漫，星光颤抖，长夜漫漫。夜正常，足够把路灯一盏盏点亮；夜正黑，足够把灯油一盏盏熬干。刘爷，魏爷，怎么这还养的是黄巧？没换啊，给我少两口好不好？没问题。来，叫声魏大爷。去你大爷的！这二位爷这是干什么呢？哎，各位，如果要今年的那个整个政府工作报告要是您做的话，那精彩极了。哎呦，拉登那家伙，咱俩逮他跑哪儿去？是啊，二位爷，二位爷。咱们还是莫谈国事。三个记者，我四个主持人，我烦死你呀、啊！五个主任，五个主任就能炸了？怎么了？一个刘密，谢了吧。您瞧见没有？刘密一出，全毙。毛片买吗？哎，代码菜可不带，我倒是不着急，可是。梁主任他着急啊，这么多日子小梁子还没搞定，小梁子有点离挺的意思啊。各位听说了吧，现在在七楼刘密正卖美个呢。花钱2700买一电视机，也没什么可看的，就是 CCTV 一。今天上午，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一位姓庄的主任在人民大会堂雅亭厅会见日本记协主席花柳桃太郎先生和夫人未婚先有子女士，翻译松下库代子。什么呀？这是，换一个。鹦鹉，一起过来一片，请。三院儿来着。想知道亲嘴的味道吗？啊呸！换一下，换一频道。换一个。班长，教练是吧？治痔爽，用钢泰。什么玩意儿啊？这是。中央电视台，各位观众朋友，也许您刚刚打开电梯，现在为您转播的是一场足球比赛。中秋节刚过，赶紧给大家拜一个晚年。刚才随着9号选手30公里外的一脚远射，皮球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球进了。再换一个。记者是没啥事情干，大会小会开不完，但是要玩完。回过头咱们数一数，新闻真操蛋。新闻没有不真实的，这就没有不及时的，节目没有不优秀的，观众没有不忠实的，访谈没有不全面的，记录没有不生动的，观众没有不新颖的，直播没有不成功的。好孩子总是自己的前途是光明的，好老婆总是邻居的道路是曲折的，多年来咱们是当孙子是当孙子的，今晚就要当爷爷，就要当爷爷。老赛没有不完美的，大赛没有不激烈的，奖
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年会没有不热闹的，气氛没有不友好的，参与没有不积极的，表演没有不获奖的。千万次的问，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残酷啊，现实，这正是中国人不堪忍受的所谓文化生活。耕地靠牛，点灯靠油，日复一日，娱乐靠球。这样的夜晚，除了创造人类，我们还有什么追求？不在、哎、我们曾经一忍再忍，如今已经忍无可忍。不在放荡中变坏，就在沉默中变态。这都什么电视节目啊，买这电视这儿把钱扔水里了，砸了算了。
在哪里？春天在五彩的荧屏里。春天在哪里？春天在观众的心坎里。春风吹绿江南岸，春风已过玉门关，春风二月似剪刀啊，是春风换了朔风寒。不管是彩色电视还是黑白电视，只要抓住观众就是好电视。海湾战争一打炮，全世界都知道了 CNN 新闻频道。我们要走美国人的路吗？911打了两个月的炮，平地冒出个小台叫半岛。我们要走卡塔尔的路吗？不，我们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彩电之路。孙玉胜同志把西方电视普遍原理同中国电视具体实践相结合，伟大的理论飞跃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改革局面，真理的光辉照亮了中国电视发展的光明前途。走自己个儿的路，让别人瞎白活去呗。让我们沐浴在改革的春风里，胸有成竹硬起来，风风火火整起来，顶天立地站起来。我操，挺好啊。一年一度桃花盛，东方风来满眼春。历史的经验又一次告诉我们，春从来不是叫出来的，春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东方时空的荧屏飓风席卷大江南北，求实创新的电视理念震动黄河泰山，长城内外山舞银蛇，河套上下顿时滔滔。东方时空晨曲像第一声春雷，评论部七君子点起了最亮的灯泡，吹响了最有战斗力的号角，建起了最早的电视特区，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早间节目根据地。这是一片长满新苗的土壤，这里种下了亿万观众心中的渴望，向往了向往，向往的目光注视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抬头望
也来了。来吧来吧来吧，我们北京人来了，我们四川人也来了，我们天津人也来了，俺河南人也来了。北人也来了，我们来是嘴角的游记，也拿好同伴的工资，轻装上阵，步伐整齐。焦点访谈，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羊，走在东门外的大街上，凄厉的北风吹过，招聘的消息传过，四盘你好，轻摇轻落，我刚上七七上北京，元旦追我十里坡哟，
生一老天难老，年年风光，今又风光，今年的风光不一样。一年一度夺金奖，别人能干咱也能干，凭本事吃饭分外香。野地里生野地里长，咱们是工农的武装。今天走出青纱帐，我们脱下粗布换混纺。记住这个日子吧，我们的部门成立了。唱吧跳吧拥抱吧，穷人翻身得解放，我们自己把家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评论部成立了。主任转正了。想招聘的有戏了。想报发票有地儿了。想泡妞的弟兄们有新阵地了。真好啊。走走。有一天是民党的天，有一天人民好喜欢，一人八句评论不完，就在开始新生活呀呀呼嘿嘿呀嘿呀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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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今后这一天是民党的天，今后这一天人民好喜欢，一人八句评论不完，就在开始新生活呀呀呼嘿嘿呀呼嘿呀呼嘿呼嘿呀呼嘿呀呼嘿呀呼嘿。亲爱的同志，你可曾记得，在那噩梦不醒的黎明，在那忐忑不安的清晨，在那汗水弥漫的夜晚，在那白眼森森的黄昏，我们是怎样的向往啊，向往着招聘的一天。这一天终于到了，看啊，人人挂着喜悦的泪水，个个兴高采烈，心在剧烈的颤抖，牙齿都在兴奋。流水发出欢笑，山岗也显得年轻。他们在倾听，倾听，倾听着评论部领导震撼全中国的声音。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组织，我们终于要走进这个已经守了几年的大宅门。正式进出的门紧锁着，临时进出的门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进来吧，给你工作。”招聘了，招聘了啊！招聘了，招聘了，招聘了啊！哎，招聘了！哎，现场招聘了。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考官，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山林梅花，还有那下岗过了。
朋友，好像一只鸭子飞进我的窗口。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为了理想，北京理想。还有还有，下一个，来吧来吧。老师，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宝塔镇河妖。脸红是吧？编片子熬的。怎么又黄了？片子给毙了。自己走。下一个考官。考官您好。知道不知道公平、公正、公开、欠问，是我定的规矩。你要想进这个单位，就得参加招聘考试。是。我先考你一道题，三加二等于几？老师，考个简单的行不？还考啥题啊？那我试试答一下啊。一。二三四得四，是是，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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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整个高的，一二借你手试试，三四五六七，得七，高了，一个低了，一个高了，明白了，老师，再整中间的呗，一二借手试试，三四，你中间一个，我中间一个，六，得六。好了，你看得五，您没有啊？六吧六吧，就六了。这样吧，你现在成为一名民警了。谢谢考官，哪儿报道去？厕所。上了胃哟，是谁血糖血脂高哟？这么简单的题，地球人都知道啊！说说我听听。我征求一下在场观众的意见，谁喝酒伤了胃了呀？那又谁血糖血脂高啊？我有答案了。嗯，嘿，什么喝酒伤了胃哟？啊，管血糖血脂高哟。什么无罪闹喳喳嘞？哎，了了我。什么又叫不走路嘞？什么无家走千家嘞？为什么又叫不走路嘞？什么无家走千家嘞？嘿，身边的有罪不讲话哟。哎，了了我。有
脚不走路哟，开着帕萨特走全家哟。我们是光荣的评论部人，铁打的工资，流水的兵，我们是千锤百炼的硬骨头，纪律严明的好枪手。三大纪律不敢忘，八项注意记心头。听主任给我们讲纪律，能战斗的队伍要有规矩，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袁主任，哎，评论不是跟唐行腾，你们都是腾上的花，我儿连着腾，腾儿衔着挂，你们越听话我花儿越大，我心情越今天的桌子上呢，多了这三个圆乎乎的东西，不过你可别小瞧他们，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恐龙蛋。特傻是吧？这大概是刚开播的时候，那时候我滥竽充数呢，在上面在这个坐台啊坐了几天。我看了看我这个，再大家看对比一下，那时候头发还多，现在头发少了。那时候体重比较轻，现在是发福了，这个似水流年。我想起八年前就是评论部成立的时候，那时候一胜呢带领着徐金泽创办了中央时空，吹响了新闻改革的序曲。我们从这个官商思考呢，我们十几个进步青年追随着一胜来到了这个延安，加入了新闻评论部。那么我想呢，这个我现在一直为我当时的明智而正确的选择感到是一个幸事。
那么我以在评论部为荣，以和大家四百个兄弟姐妹我们一起共事感到为荣。好，谢谢大家。观众朋友你好，我问你爱我有多深这个问题在许多夫妻之间都曾有过回答和许诺，但是海誓山盟有时并不可靠，患难时刻才见真情。在哈尔滨，一对身患同一种绝症的亲生姐妹，她们的命运却因为各自的丈夫而有着天壤之别。这是发生在冰城一个让人温暖又令人心寒的故事。我是滥竽充数，往事不堪回首，不过看到严嵩和小崔现在的模样，我觉得革命自有后来人。谢谢。一提起皇后啊，中国的很多老百姓都觉得有些反感，因为好像很多朝代的皇帝都栽到了皇后的手里。在唐明皇中呢，皇后专业户李经历扮演的皇后，虽然戏位过半便香消玉损。那个时候瘦，但是那个时候的白岩松有本事，因为他那个时候只把别人的肚子搞大。现在白岩松胖，但是是因为他没本事，只把自己的肚子搞大。谢谢各位。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实话实说节目。春天到了，万物复苏，大地一片绿色，那么南方的鸟儿呢已经开始了长途跋涉，它们要迁徙到北方，开始它们繁衍子孙的工作。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跟春天有关，我们要谈谈鸟。96年我刚到评论部的时候还很年轻，还没有结婚，现在我大女儿都已经5岁了。虽然我人老了，但是我心还年轻，请大家记住这句话。评论的事业蓬勃发展，评论部焕发出勃勃生机。我们是鸡，是那昂然爆晓的雄鸡。我们是鸡，是那辛勤下蛋的母鸡。鸡，我们是真诚面对观众的播种机。鸡，我们是党和人民的侦察机。鸡，我们是实话实说的录音机。飞翔啊，曾经是鸡，如今像海鸥飞遍祖国的山川大地。飞翔像雄鹰瞭望祖国的江河湖海。飞翔像烈火中永生的凤凰，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世纪发出万丈光芒。找点借口，找点时间，领着小蜜咱出去转转，闭上笑脸，背着爱人咱四处转转，领导假惺惺几句寒暄，同事热心给留了盒饭，工作的事情咱随便说说，路人的缺点咱仔细谈谈，出去转转，出去转转，哪怕到香山北海故宫与远滩，我们不
糊涂领导为咱做多大贡献呐、啊！别整天没事找事找咱的麻烦，常出去转转，出去转转，小萌给哥哥吹吹后背揉揉肩，想想我们为评论部做多大贡献呀，做节目不容易，就图个播出安全。在评论部当编导不是铁人，可吃不消，辛辛苦苦干完了活，还有人在鸡蛋里头把骨头挑，你还得低眉顺眼的陪着笑哟，这可不是骨头吗？这领导的眼神就是好，要叫我再挑三年也找不着啊。在评论部当编导，平等前辈最重要，要创新，好马不吃回头草，要坚定，不当墙上的随风草，要自律，要自律，兔子不吃窝边草。还有人老婆跟着别人跑，他却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再找。看诸位一年更比一年老，下班别忘了把营养要加好，马要肥一定要吃叶子，夜里一定要吃草。诸位您都是老黄牛，挤出来的是奶，这吃下去的是草。下面请听流行抒情歌曲《小草》，演唱者胡进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非常寂寞，非常烦恼。其实我像个牡丹一样在花瓶中睡觉，春风啊春风，你把我吹绿，阳光啊阳光，又把我晒焦，请你到黄鹂岛来回折腾，宝剑锋从磨砺来，梅花香自苦寒来，主任都从基层来，牛逼得靠熬出来。火车不是推的，泰山不是堆的，牛皮不是吹出来的。评论部的编导吃的比猪少，干的比牛多，睡的比狗晚，起的比鸡还早。评论部的编导没白没黑，任劳任怨，报上审看板，走进审看间，不怕你鸡蛋里面挑骨头，不怕你沙子里面捡石头，不怕你瘦肉里面挑肥肉，我们已经百炼成钢，身经百战。你看人家崔永元都长成那样了还敢出镜，我们还怕审片吗？老张太离去神片，等着神看见有人耍流氓跑了，多亏一个孙玉生送到七楼看两眼过了，老张请他吃顿饭，没有小姐他不干，他说
俺们这嘎都是东北人，下次身边带点高丽参。俺们这嘎猪肉炖粉条，俺们这嘎都是老师傅。俺们这嘎没有这种人，约好身边咱们不等人。俺们这嘎楼上有台灯，哪个人他不是东北人？小样，弄俩包子。坚强的战士，在哪张床上躺下，就从哪张床上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酒气，打发好同床的伴侣。走出狭窄的出租屋，走进广阔的新天地。投入新的战斗吧，为了不改变一切的理想。为了改变不理想的一切，再找选题。听，时空报道的片头响起了第一声春雷。看，焦点访谈用事实说话的理念点起了最亮的火炬。一支支记者敢死队出生入死，舆论监督的风暴震动人生。新闻评论部高扬旗帜，创造了第一个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曝光模式。新闻评论与时俱进，焦点访谈闪亮登场，四九八横空出世，冲去观众眼中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一时间，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谚语：白天不做亏心事，晚上不怕焦点评。小李，走热菜吧。来，辉哥，我给您倒上。喝着呢。喝着，辉哥。官府怕。你看咱这夜总会不错，咱们这技术员处的哥几个隔三差五的查一趟，那也不行啊。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呢？好说好说，先喝来。您怎么着？喝的我都醉了，这还没有其他新节目来点儿？咱这是什么地方啊？兄弟早给您预备好了。是吗？早点啊，来喝。妈，你瞧，赶紧把你人带上来吧，领头着急了。来了来了，着什么急呀、啊？姑娘哎，过来吧。姑娘啊，陈哥，您家这怎么着？不行，不行，这什么呀？这哎，跟你们说多少回了？那个不是说穿上唐装人就能把你们当成正经人？嗨，我们还不愿意长得跟制片人似的呢。别让我说，陈哥，怎么样啊？您再上演。哟，好啊，行。怎么就这么俩人了？周身暖，大将坐着无